大家好，我是光哥，这就是我们光哥家乡的淮山，也叫山药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这边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这个山药成家致富。慢慢的，海边靠到落去咧。哎呀，喺度喺度，刚才湖边打个半竿鱼下来，啊，真系实大哦，两条大妈嘅，哎呀，好大大的双胞胎，阿妈佢仲系实大，双胞胎仲实大，个婆蚀本咯，个婆咁快条。呀，嗰啲没有了嘛？没有了，那你有的，等你来买的。太重了，爸爸。古巴先生，木板，你冇好细嘅。木板，你一屈。哎，慢啲。死牛啊！你都冇食过野粥啊？睇嚟，办法哥。嗰啲药系靠苏教授做，嗰啲人仲叫得到。啱读大一，哦，大学，佢都冇研究嘅，点样？欢迎啦。嗯。一定要摆得个位置。等大学生嚟试。嗯。人哋落嗰啲铜条啊，一落去掹一薄泥上嚟喎。系啊，我哋冇掹。嗯，冇掹泥出嚟咪得。好重，重翻其他啦。难话都系嘛。加油！通白羊骨咪咁大力呀？冇分。整个西洋菜呀，你们的木皮我靠，我干，我干呀，挖了下子我的手都累完了，这个手都动不了，就是给你叫你来挖，不要钱的给你，你也搞不了，何况这几块钱一斤，哎。挺不容易的。有，他怀山了吗？嗯。我那里是长久啊。